这倒是很有趣。紫薇，历史的海蒂，感受到万有引力了吗？手到擒来，海中的魂灵，请聆听生命的旋律。观念长存，英明不死。全数观念，势必空幻。这会是什么？百象天梦幻泡影，终有尽日。注意平衡，用拳头说话。交给我吧，月动不息，此众难成。必有时间，以此王权，于此梦中了悟一切。似梦初觉，云烟了散。来捉迷藏吧，坐标拟定。感受到万有引力了吗？用拳头说话。海中的魂灵，请聆听生命的旋律。观念长存，以身为戒。紫薇，往事种种，权且相赠。梦幻泡影，终有尽日。其实很难再次成长，以理行的角度而言，这或许太过轻松了。